喵啊，不对，汪汪汪汪汪汪汪，那还真是抱歉了。我这个人就是有些难缠，无理的人类，人类人类的喊，你不嫌麻烦吗？呀，那你快醒啊！我他妈求你了，我可是有名字的，给我好好记住了。你将要面对的是无量塔姬子。对不起，金嫂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金嫂子，我太菜了，我想吃那个血，别，剑与矛交错，光影重叠。屹立于漩涡中的战士挥舞着大剑。为什么明明只是一只蝼蚁？你他妈的，那身盔甲里有我的宝石啊。对，被自己打的感觉怎么样？臭傻逼，可恶，可色，那就用我全部的力量把你撕成碎片。你是不是想夺走？不可能。系统控制就绪，输出控制就绪，轨道控制就绪。哦，这是那个爱因斯坦还是那个什么的来的？目标锁定，距离误差调整完成，不会浪费你为我们创造的这个机会。机子，发射！发射！他妈，终于你要死了吧！藏在修伯利安号上的秘密武器对绿者射出全力的一击，然后精准的命中了。开香槟，这是什么？死吧，克萨！不坏能再飞噻！死吧你，别去！音乐配的怎么有点伤心啊？他不是死了吗？不应该开香槟吗？第一，绿者逃进虚数空间了啊！他逃了！我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吉子老辛苦了，吉子，辛苦了，去好好休息一下吧，谢谢。休息一下。哎，这什么？啊？修伯利安号战舰下层通道，机子倚靠在医疗室的外栏上，不断有人带着伤员从他面前奔过，他下意识地挡住了自己的伤口，血抑制不住。这次真的闹大了，无人应答他的话语，只有血清闪烁着微光，映照着他一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刺耳的蜂鸣声中，让原本就喧嚣的通道变得更加混乱，但机子眼中的世界却依旧平静。该出去透透气了。他直起身子，迈开脚步，朝着与人流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时间仿佛在那一刻悄然停住。虽然都是些长不大的家伙，救救他！我还挺喜欢这个的。救救他！机子没见过的人，机子。
记得机子的人，不记得机子的人，一个一个与他擦身而过。真想再喝一杯啊。你去喝呀，你在你这医疗队那边呀。机子老师要干嘛？来了吗？等你好久了，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？尽你所能，不要挣扎了。坏女人！咱别打了。攻击结束了吗？那么现在轮到我了，没意见吧？咱别打了。天哪，你醒醒啊！提安娜，当你醒来，你会看到一切都变了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再美好。那些平凡的日常也将一去不回，但是不要放弃，永远不要放弃。小子呢？得意忘形。欢迎来到崩坏班。天哪！天哪！这就是。知道。他没死。二小安送出50元留言说：“欢迎来到崩坏班。”另外，不靠前，继续生日。
点 CTO 事件送出30元留言说狗子欢迎来大崩坏三。还有一包，我今天装备了两包子，一包用完了，一包在旁边。关注我，记得按时吃饭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啊、哦！この番組